终于是第二场了，被蛇当指定开始，这个是应该是还是白旋 WC。暂停一下，我都没去 WC， 我的天！我边说话边喝水是吧？嗯，这是嗓子要冒烟了，这把太精彩了。吓我一跳。等会的话，我希望这一把能够快速解决战斗啊，真的是有点 hold 不住。我这里是有好多人已经开始加了，开始加我的群了，赶紧吧，兄弟们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个位置。还有关注我的微博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虽然我看不到，但是你们能看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啊，要不我切出来看一下，到底你们能不能看到？哎，有的有的，哎，我好机智啊，有没有？我好机智啊！那对面是一手搬掉了沉默，然后狮王白牛啊，这是必搬的狮王白牛，火女上把，因为可能是天灾被压了吧，天灾被中路被火女压了，应该是这把不让火女出来了，蝙蝠。还是在上一把的话，还是因为接在刷钱的真空期，因为接是直接裸这个辉耀的，在那个真空期啊，然后天灾军团是抓住了机会，最关键的是那波肉身啊，真是机智到不行。看一下他们一手选什么，感觉这一把打了之后，对面。他们现在稳了起来，这个奥斯丁还有燕青他们又稳了起来啊，选了老陆和牛。如果按照他们的风格是选那种，真的是冲脸。上一把可以看到啊，什么夜魔啊，毒狗、火女这种，小强就是冲脸，就是干啊，但是。没想到啊，他们的对手非常的强大啊，顶住了，他们的对手顶住了，居然。第三手选了个宙斯应该是想针对这个老陆出的，因为老陆线上是非常的无情的。哎，发条搬掉。干掉了火枪，火枪应该算是比较恶心的一个后期吧，它的射程还有它那个减速，还有它那个狙击是火枪拿人头的非常主要的一个手段，在前期的话。哎呦，我忘记开那个啥了，开那个竞猜了，开那个竞猜你们可以压豆子啊。看一下我这个界面是不是跟你们的不一样，这个界面有没有啊？哎，第四手猛犸。小鱼，小啊，这个小字辈的还一直在出来啊。小牛啊，
小小小鱼，小小咒，小小小，小编啊，小船啊啊，都可以小号对。哎，又是他们的风格，我喜欢啊！又是来了一个小精灵，小小加小精灵的组合。这里是船长幽鬼，船长应该是一个四五号位吧，蝙蝠应该是个三号位，分路的话应该是船长加幽鬼走上路，然后宙斯走中，宙斯小短腿应该是走不了劣势路吧。这边的话应该是老路走中，小小精灵小小还有牛头可能是要钢三，可能是应该是钢三吧，基本是这样吧。这把没有我期待的影魔啊，来个影魔这刷的飞起啊，是不是来个什么三杀四杀暴走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爽一爽，瞧一瞧看一看，爽一爽。哎，末日爸爸，末日爸爸应该是走线上了。哎，又是萨尔，这边非常喜欢用萨尔啊。这边是已经选人了，看一下，买了鸡，买了东西，又是小飞，小飞打辅助。这里是奥斯丁，用奥斯丁，小小，牛头又是飞快的走了出来啊，又是这样啊，又是这个节奏。刚才是他选了一个毒狗啊，非常快速的去这里插眼，去这里封野。看一下他们怎么分路。哎，蝙蝠是三号位，啊，没有错，那就是萨尔，啊，跟我刚刚说的，跟我刚刚说的一样，是萨尔和船长保幽鬼，然后蝙蝠单，宙斯中，这里的话是小精灵小小牛头啊，没有错，是的，末日上路啊，这个劣势落的出血啊，非常的正确。劣势落出血有没有？宙斯一个小进化出门啊，他 C 两下 ，C 几下就可以有了快速的有瓶子了。这个幽鬼的话，幽鬼如果是他们很有可能去钢三吗？幽鬼可以跟末日单，或者他们要钢三。哎，这里是打了起来，小精灵连了这个萨尔放了一筐，感觉小精灵要死。漂亮，一个圣者威王拿到了人头，张三丰的人头。这里是小小，我感觉小小是走不掉。哎，牛头漂亮，一个 F 正好把他们隔在了旁边，还好还好，不然的话这个小小是走不掉的。上路可能是，哦，果然是要，到底要不要保呢？好，那就是两个人保小小。哎，这里牛头完了，这个蝙蝠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并没有学燃油啊，跑不掉的。他学的是 C， 刚才可能是，就算他留了点，他刚才是因为要去追人啊，学了一个 C。这里是萨尔和船长，船长是学了水啊，一个水加 S 骗一下末日走位，但是末日走位非常的机智啊，他是有邪的末日啊，就是一个有邪的末日蝙蝠，哎，又连了过来，看一下小小继续 A，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这次他有了火，非常的任性。这里牛头是在这里插了一个眼，哎，蓝矿集中营插的。蓝矿集中营，让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天灾的。蓝矿集中营，集中营呢？好，这里宙斯已经是拿到了瓶子，老路的话啊，还差20块瓶子。蓝矿集中营是萨尔，哎 ，A 一下电一刀之后补掉，幽鬼还是应该算是在。哎，这个也没有拉好，这个小兵并没有过去啊，这那
那这一波末日爽了，末日呢？末日在这儿，哎，开启焦土，哎，船长一个水，然后劳碌一个技啊，这个萨尔把他递了回去，啊，那他不用跑腿了啊。末日表示非常的爽啊，我杀了你们的人，你们还给我飞机票啊，让我回去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里二杠一，开局是打得难舍难分啊。老陆拿到了一个人头啊，那这波老陆应该是非常的顺了。看一下宙斯，宙斯应该是，宙斯没有拿到人头，毕竟什么娜娜，啥娜娜啊？应该是他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叫娜娜啊。哎呦，我这个怎么能想到这一块呢啊？我怎么会知道他女朋友的名字呢？可恶，又虐了一下自己啊！可恶啊！作为一个单身狗，哎，这里是一个 T 漂亮 T 中了。这里是禁卫军团拿到了胜者为王的人头，继续哎一个技，好的漂亮，带走牛头是跟老陆的一次配合。那么线上应该是禁卫方已经是把优势打了出来，哎，蝙蝠是刚被干死。小精灵加小小，这个组合也是非常的恶心。刚才那一波也没有拉过去啊，让这些小要让一大波小兵到了塔下，然后末日杀掉了，末日和这个老陆杀掉了，对方的宙斯之后啊，末日还能在这里吃经验。现在末日爸爸已经是四级啊，混得非常的爽，已经是绿鞋了啊，非常的开心，开心的跟一个小公举一样啊。哎，这里蝙蝠吃福。这里是绕了过来，感觉宙斯又要死了，一个 F 封住他的去路之后啊，宙斯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啊，先给你两下再说，是可忍孰不可忍啊，不是这什么话吗，哎，这里是 VT 干死了这个，哎呦这个有点崩啊，这盘这个禁卫方已经是又是把他们自己的风格打了出来啊，跟上一把一样，前期占有非常巨大的优势。那么这一把的话，看一下天灾方能不能扛住，中期啊，看一下中期会不会有人站出来。上一把的话是对面的中路，也就是这个胜者为王，胜者为王的老陆啊，站了出来，为这个剑圣争取到了巨大的空间啊，打钱空间。哎，这里是又是自己没不理智啊，怎么会想起要上呢？哎呀，老陆看来是一个打中单的材料啊，不是一个烈单的材料。哎，一个 A， 还好，终于是拿走打了回来啊，把这个牛头干死。上路的话，看一下右北什么，右北1000块，那么。末日呢，末日是出了绿鞋之后出了一个加速手套，已经六级，应该是要出点金。那么这个中路的话，老陆是1150块，1200块，小小30个补刀啊，假腿，这鸟的瓶子应该是老陆的护腕，还有魂戒应该也是老陆的。哎，船长，末日没有这个补刀斧，打野确实非常慢啊。哎，船长说，这个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你不能跟我抢。哎，再差一丝丝，还差4点这个经验啊，差了一个眼。奥特蛋啊，这个名字也是起得非常的特蛋啊，特蛋疼。哎，蝙蝠去刷野了，哎，这里是末日啊，刚才把这个野给清了。
又来了又来了，哎呦，这个没踢到萨尔，踢到萨尔就没踢到也死啊，我的天，这个船长过来也没有什么用啊，我觉得，哎，一个绕啊，漂亮，一个走位躲掉了船长的谁，哎，小精灵过来继续辅助啊，张三丰，哎，又要上了一个 V 一个 T， 哎，躲一下水，漂亮，小精灵继续粘住他 A 一下，哎呦，张三丰拿到了大杀特杀，那么这把我感觉是应该是要被碾压了，这把又看又鬼了，又鬼一个骨灰和一个骨灰，一个小圆盾，哎，一个 VT， 我的天，这里一个 D， 哎呦，这个全面崩啊，全崩血崩啊，这个萨尔的 D 已经用过了啊，所以小小在你脸上 TP 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啊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你只能忍了啊，我就在你脸上 TP 啊，然而你无能为力啊，你却无能为力，哎，老陆的话吃到了隐身，一个 G 一个 D 一个 C， 哎呦，这个大招，哎呦好疼啊，船长一个水了起来，一个叉，右鬼一个标上去，我觉得右鬼，哎，老陆气没有踢出来，这里踢出来了，踢出来之后，哎呦，好的漂亮，这个宙斯赶了过来，一下子一个 GC 二连带走了老陆，还好啊，这里是终于是稍微打回来了一丢丢啊，但是还是依旧劣势非常的大，因为他的酱油等级和这个大哥的装备都是落后于对面，而且这个小小已经肥到不行，已经是假腿加战骨，萨尔四级根本是遭不住小小的一顿打呀，三杠零，这里是三杠一，这是零杠一，哎，看来牛头是要 F 一下了，牛头一个 F 没有，哎，牛头的 F 呢，牛头的板呢，一个板，但是被船长要标记回去了，哎，正好是被蝙蝠拉住，哎呦，小小一个 VT 带走了蝙蝠，但是自己也死了，这里的话幽鬼传了过来，传了过来，继续追，有相位，这个可以死啊！这一波又是这个禁卫军团有点不理智了，又是非常非常的跳啊！他们就是这种风格啊，就是要干，直到干到你服为止啊！你不服，我继续干你，就是这样。那么，我感觉啊。又是跟上一场一样啊，又是中期这个天灾军团开始发力，但是我希望的还是跟上一场一样精彩啊，哎，船长开悟 TP 过来，牛头在这儿，没有抓到船长呢，哎，老陆吃了加速直接过来找蝙蝠好像是察觉到了，哎，这里是拉双野并没有察觉到，右头一个板一个 GT， 完了，要死，这里萨尔并没有六级，哎，这里递了一下，但是这个有，哎，船长标记了，漂亮，那么这个老陆已经死了，哎，小精灵和小小已经过来，一个 VV 没有 V 中，这里是船长放了水，船长刚升到六，这是船长已经升到六了，已经升级很久了，哎，这里末日上去一巴掌两巴掌，毕竟爸爸虽然大给了幽鬼，但是我依旧能干死你啊， 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末日唱那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啊，我是你爸爸
我是直接要出这个 A 仗，直接出 A 仗。现在看一下700多块。那老陆有没有血晶石？老陆的啊，老陆快了，再差700块了。那个末日800块啊，其实他可以把钱给这个老陆啊，但是并不能给啊。我又是脑洞开了一下，哎，蝙蝠啊，蝙蝠连续被抓了两次，哎，蝙蝠已经死了7次了。蝙蝠这一把已经是被针对了，上一把是他玩的老陆啊，然后带领队友走向了胜利啊，但是这一把没有那么好运了啊，他被针对的非常的惨，两次打野被抓，然后下路的话下单，但是没办法，小精灵加小小就是搞你啊，这个小小是不出跳的，他是小精灵带他切入啊，他不出跳，他直接出 A 仗应该是。牛头7级，哎，老陆应该是已经有了，哎，还没有，有了，现在有了，谁的？哎，幽鬼还行啊，发育的还不错，这里是1000，有个1100的球，还身上还有1200。这个出装路线的话非常值得大家学习，它这个活力之球可以撑血，不用合成先锋盾，因为活力之球后面可以合成这个龙心，所以他不着急啊，不要你我的这个正好有的人就有这个强迫症啊，我这个活力球加这个圆盾啊，我就是想喝，不想喝我不舒服。哎，这里是3个人开悟，又到野区去找蝙蝠了。蝙蝠看一下，哎，这里船长撞到了船长，扭动一个 F， 哎，这个反跑非常的漂亮。哎呦，这个末日直接给了大船长，没有放出来船就死了。蝙蝠直接拉住牛头是被啊，这个小小是后面切入干死了这个蝙蝠已经死了，蝙蝠刚才是拿到了牛头的人头，一个 T 没有踢到。宙斯是出灵魂剑啊，他宙斯也是想出血晶石。看一下，哎，这里是血晶石已经有了9个能量，再一个 G， 再一个 T， 漂亮，踢中，但是后面没有队友啊，所以算了，饶你一命，先放你一马。这里有鬼1700块。哎，小小应该是现在是两千二，看一下他是要出直接出一仗，还是先给自己出一个跳刀，看他的选择。他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他是不会出跳的，因为他出了跳刀，他出了战鼓，然后出了假腿，然后出了血晶石。如果他想跳，他肯定早跳了。末日，他的那个1100呢？啊，末日应该是有了，啊，不是末日有了啊，末日应该是有了这个 A 仗啊，不是有了啊，他是有了 A 仗，后面少说了两个字。这里是他走在这个野区，把这个封住了，把这个野给封住了。哎，蝙蝠，虽然他非常惨，但是他打钱速度还是可以的，现在1800块，因为他死了8次了，你敢信？哎，宙斯看到了牛头一个 FS 掉了，哎，这里是让牛头勾引，牛头一个勾引，哎呦，这个水船，哎，完了，这个大圈毫不吝啬啊，这个3个人，哎，小精灵传了过来，小小有没有 VT？ 哎，小小人呢？Dominating 已经是杀掉了对面的张三丰，被塔基杀掉了对面的张三丰啊！那这个幽鬼这一把扛住了局势。小小，哎，小小人呢？
小小在这边，我的天，不知道怎么回去的。毕竟啥娜娜，这个宙斯，大杀特杀，又是对面，又是天灾啊，又是打回来，一个 VT， 再 A 一下，蝙蝠来了，完了，你死了。冷静啊，兄弟，巨大的优势啊，我仿佛看到了自己，哎呀，真是一脸泪啊。看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他妈经常是一顺风就开始浪啊！哎，你有一个水船，完了雪崩，看一下这个人头是谁？应该是让给这个幽鬼啊，没错。幽鬼2900块，这一把的话是幽鬼带起了节奏啊，把整个队伍扛在了肩上。哎，蝙蝠他是没有着急去跳刀，他是想出一个飞血先刷起来，而且可以支援了。蝙蝠最重要的两件道具，最重要的三件道具，飞血能让自己的这个移动速度非常的快啊，然后能让自己丢非常多的这个火，还有跳刀的话不用多说，切入吧，还有推啊，能够让这个能够把对手最重要的一个点啊拉过来先秒掉，那么就成了5打4。那么末日爸爸就针对你啊，对，末日爸爸也有这个能力啊，5打4。我给你一个大，我们去5打4了啊。那蝙蝠就是我把你一个人拉过来干死啊，我们也是5打4，那最后就成了4v4的游戏了啊。哎，这里又是开悟了，非常的机智。哎，萨尔递了一个老路，哎呦，这个递的位置特别的蛋疼啊，递到这个位置啊，从这里递到这里，哎，这里萨尔放起了大招，幽鬼传了过来，有没有传了过来？好的，漂亮，一个递，哎，小小贝塔基已经是无人能挡，小小冲了过来，小精灵冲了过来，船长一个插水，牛头一个 F， 一个大招，哎呦，但是并没有打死人啊，这再有20点血了，刚才再有4点血，哎，这里两个 TP 啊，这个就非常的伤了，这个就非常的蛋疼了，哎呦喂，但是这一波可以看出来近卫的爆发力啊，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强。小精灵，走你！哎，一个 T， 想迅速的打掉这塔。牛头一个 F， 哎，有没有封好？哎，但是他也上不去。哎，这个蝙蝠，我感觉他又捉急了呀。哎，宙斯，有没有大招？记一个，有没有大？哎，没有大，他这里。幽鬼又来了，幽鬼3800块，这里是幽鬼会不会死？幽鬼没有死，那么老路要死了，要死，自杀。好的，漂亮，这里是小小被小精灵拿了回来，一个 VT 再一下，好的，哎呦，也是自杀了。船长插了小小一个水船过来，三连秒掉小小。那么幽鬼这一波的话又要打回来了啊，幽鬼20分钟亏啊，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的快了。这里是，哦，这个天灾军团的留人技特别恐怖。哎呦 ，VKC 这个幽鬼已经是挡不住了，变态杀戮。这剧本是写好的吗？又是，哎，宙斯刚才自杀用过了，所以他已经死了。又是近卫军团前期拿到非常大的优势，感觉天灾要崩了，但是天灾就是不崩，就是有人站了出来啊，那就是这个幽鬼。哎，插水，哎，跳走，漂亮，这个跳非常漂亮。这个萨尔跟上一把的萨尔有点不一样，他出了点金。
牛头给这个老鹿控到了服，你也不给牛头喝一口啊，牛头满着呢。Lee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小小卖掉了圆盾之后，看来是要拿装备了，跳刀。小小是跳刀 ，A 杠 A 杠，哎呀，还是必要飞的。这里宙斯四格能量，宙斯出这个血晶石的话，他是可以能撑一下自己的血量，不是那么的脆了。哎，这里是要上了，小小一个 V 踢上去 ，A 一下 ，A 两下 ，A 三下，哎，这个小小又上头了，又上头了呀！哎呦，这个带走，哎，被递了回来，我的天，这个一个大招，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死 ，Master Q 又被已经毁掉了，小精灵感觉也走不掉，完了 ，Godlike， 这个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对面是有五个人的，但是他们两个还是要上。可能是啊，这就是他们的风格吧，就是要干。看来这把要靠末日爸爸了。末日已经是有 A 杖了 ，A 杖点金跳刀，这个是。本来是很非常非常肥的，他死了几次？看一下多少，6-4啊，死了4次了已经。哎，末日爸爸来了，一个开悟，一个跳踩，完了又被死了。哎，蝙蝠过来，感觉末日也要死啊！对面，那么这个是要一换一了，一换一他没有关系啊，他有拉的啊。末日没有关系的，他拿一个如同神一般，而且跟他一换一，而且拿到了经验啊，末日是非常的赚的。宙斯，同时的话，奥特蛋杀掉了，对，是刚才一换一啊，我以为有其他地方打起来了。这里是萨尔1100块买了眼，上路的话小小有跳，哎，这个蝙蝠怎么说？跳过去一个 R， 弹一下，哎，这里插了一个眼之后，哎，小小又被踢完了，死了。船长插水船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哎，又会有灰药的，完了，这个小小要死，要死。Double kill 啊！这个幽鬼已经挡不住了，幽鬼已经是从一个被保的大哥啊，就是非常金贵的存在，变成一个战士啊，非常金贵的人，就是要大家捧着啊，到后面变成一个可以保护大家的人。然而末日爸爸又来了，我不能忍啊！听说你很屌，一个跳踩，一个大，一个 V， 继续追。哎，末日爸爸，哎，蝙蝠又来了，蝙蝠又是飞鞋过来，哎，幽鬼，哎呦，啊，这末日爸爸打出了自己的作用啊，就是听说你很肥啊，听说你是大哥啊，我就打的就是你。这里蓝胖击中对面的针眼，这里的话是牛头插的眼，刚刚插掉。小飞，牛头是绿鞋，然后带一个小金化啊，这样的话续航不是什么问题。绿鞋的话可以比这个秘法便宜450。1800块。马上也要跳刀了，
切智力腿，切力量腿，各种切。涛哥附体，你今天切假腿了吗？Players'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反补掉中路的外塔，宙斯已经是跳刀加九格血晶石，九格能量的血晶石，这一波蝙蝠啊要出跳刀推推了，这个是要出推推的。哎，船长一个跳叉，我感觉这个劳碌，哎，劳碌一个 BKB 啊，好的漂亮，没有留到。不过他们这两个技能下掉一个劳碌，还是劳碌的 BKB 时间啊，现在只剩九秒了，还是可以的。这里末日又开我又要单抓幽鬼也自己也不敢出来，只能躲在队友身后。哎，好像要遇到了。遇到了，但是蝙蝠先拉了这个。哎呦，一个大招啊，萨尔给了一个大。蝙蝠先是拉了末日啊，因为这个幽鬼在这个树林里面啊，不太容易看到。这里有个影啊，末日从这儿绕了过来。哎，末日开悟从这儿绕了过来，然后蝙蝠先拉了。应该是他刚要抬手的时候啊，被蝙蝠拉了。这里中路可能要打起来，但是幽鬼有大呀，兄弟们，你们我感觉要跪了。哎呦，幽鬼，小小一个 V 一个 T， 哎呦，还好，小精灵是带小船走了。这里的话，看一下他们是不是要救？我觉得是要救。牛头鲨鱼跳刀，这波感觉可以打，船优马上消失。这里是上去了，老路上去了。直接是干死了这个幽鬼，然后船优消失啊，他们的船优没了，所以他们可以打。哎，小精灵是被小 G 了一下 ，C 了一下，好的漂亮。小小是带走了宙斯，看一下，他们这边群龙无首呀，只能撤退了。幽鬼这个小精灵真的是立功了，刚才那一波小小是要跪的。而且是四 v 五的情况下，瞬间带小小离开了战场。然后等他们的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船游基本上是要消失了。正好回来的时机也非常好。这个有牛头出了一个硬人面罩，应该是要出吹风吧，可能。力量食人魔之斧，1000的力量斧。这里是BKB 跳到 BKB 的老路，小小还没有啊，小小是出更新了一个强袭，没有着急出这个强袭，更新了一个夜叉，没有着急出这个强袭。哎，这里蝙蝠可能要跳了，跳拉，好的漂亮，拉住了一个水船，完了，老陆根本没有，直接被控到死，根本没有开 BKB 的时间，没有给他开 BKB 的机会啊。这里是幽鬼已经散失了，一级的散失，镜魂之刃。牛头已经是买了假眼。哎，蝙蝠应该是快推推了吧？蝙蝠的大招 CD， 幽鬼还应该是也有大的，他在打野。末日的话去野区又去找了，但是幽鬼知道这末日在找他呀。哎，这里是，看一下，有木有？哎，萨尔。一个 C， 好的，打断他的跳刀，赶紧给了一个大招。宙斯，哎呦，宙斯2000多的血，应该是大不死吧？让我看一下，不是吧？啊，我说嘛，这末日怎么这么屌？我靠，
两千的血你能一下光一个大就打死，那太无情了。如果末日一直跟着的话，那他肯定死了，就跟着也不放技能，就跟着，因为跟着是那个大招效果是一直在的。小小是更新了一把 BKB， 哎，上去直接 VT， 哎呦 BKB 没有开出来啊兄弟，你为了升一个 BKB 把自己的命给丢了啊。这把天禁卫军团可能是真的是不太冷静啊，他们打出了非常好的对线啊，在对线期的话打出非常好的对线，但是中期有很多不理智的决定啊，就上去干了。刚才他的小小失误是因为他可能想 VT 完了再 A 一下然后开 BKB， 可能是按错了吧，没有按出来。末日是在出这个 BKB， 船长恢复头巾。哎，这个萨尔可能是要出 A 战了。萨尔这一把的话跟上一把有区别，他上一把是比较酱油的，非常酱油。上把萨尔不知道谁打的。老陆的能量再有四格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哎，他们好像禁卫军团好像不知道，有点无，没有什么头绪了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对面就是给你打团啊，我不给你玩虚的，我就给你打团。这里是宙斯记了一下，哎，四个人蹲幽鬼，蝙蝠回去了，怎么说？哎，都回来了，幽鬼开大过来。蝙蝠要拉人了，这就是对面的阵容可怕之处啊！有船长，有萨尔，有幽鬼啊！这团战真的是非常好打。没有末日，因为末日他是一开始是找不到人。哎，末日这里是被标记了，水船一个大招，一个踩，哎呦，这就是跟你这个幽鬼过不去。完了，这个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已经死了。看一下幽鬼600多血。这里的话，哎，还是被末日打死了。末日就是要给你一换一啊，为了让确保我们的大哥啊是领先你的，我们的大哥的装备是领先你的，那么就是这个小小，这样才有的打。哎，蝙蝠 TP 上路已经是非常惨的蝙蝠，之后死了，刚才看是2-8啊，现在是4-9。一下 A 一下，攻沙卡拉卡。小精灵啊，蝎子影之灵龛，感觉现在是已经是三人头兽，已经是26-3了，B32了，领先6个。天灾军团也是稳扎稳打，哎，还在这标记一下啊，标记吃个符，然后记一下。我以为他们要乱玩起来了啊，再跟。自己队友开一个玩笑，然后他们是很认真的啊，很认真的，非常稳健的五个人。哎，蝙蝠又是在这个位置，蝙蝠可能要快要 BKB 了，已经是力量符了，现在900块身上。末日 BKB 跳刀，然后 A 仗，
末日得在团战之前先赶紧大一个人，不然的话如果他们把这个宙斯他们船开出来了，宙斯把大丢了，然后幽鬼把大丢了，那么他们这波团就不好打了。哎，这里破雾了，蝙蝠直接找人一个，完了，这个小精灵，因为小精灵是非常脆的。哎，这里是一个推推，船长放了船油非常的屌。哎，这里幽鬼又被末日爸爸大了，这里是一个踩 V 一下，好的，继续 A 牛头一个跳大，然后哎呦已经死了，老鹿迟迟没有赶来啊。哎，幽鬼，哎，幽鬼死不掉，幽鬼血还是非常多的。这里是又是一个一换二，这里是小小想追，哎，幽鬼没有死，这里小小，哎，船长标记自己，小小要找船长了，他会不会跳过去呢？哎，船长又标记了回来，好的，一个 V 带走。啊，这是被气死的。幽鬼应该是要已经啊，在这波也打了之后就龙心了，那么这个精卫就不好打了呀。毕竟大幽鬼啊，这里是偷偷的打盾。哎，他们都活了，牛头也活了 ，TP 过来。哎，萨尔是已经 A 站了啊，终于是在38分钟，终于是在38分钟。我把这个电话关了，好烦啊！38分钟拿到了自己的 A 站，这里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又要开悟了。因为这边是有盾的，可能天灾方应该是不着急跟他们打，等蝙蝠有了 BKB， 然后幽鬼拿到自己的龙心啊，已经拿到了。船长是跳刀没砍，两件关键性的道具啊，我只给大家报一下这个关键性的道具。点金 A 杖啊，身上300块，身上200块。哎，中路的话看一下末日什么时候的出 A 杖，出刷新，他的刷新也是非常的关键。现在是3400块，3500块。哎，小精灵是出了战鼓啊，给自己撑一下属性。哎，没啃了，刚才战鼓应该是小小的，小精灵现在是没啃。连上小小之后啊，可以开美肯，会加非常非常多的血。哎，蝙蝠这里是，哎，没有找到人。应该是吃符去了刚才。哎，这里是开悟过来打一波。宙斯羊刀，这里是有眼吗？啊，有眼。哎，这个一个 VT 看一下，哇去，这个牛头一个跳大非常的爽。这里是小老鹿开了 BKB， 牛头还没有死，牛头还没死，末日给大了没有？末日大到底有没有交出去？这里是小小跳上来 A 一下 A 两下 A 三下来打死，电已经拿到了三杀，这个人头会不会让给他？漂亮，4杀，拿到了4杀，老鹿这一波非常的爽。这波开悟啊，因为没有让船长把这个，他们是因为排演没有让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镜头让我看到了啊，燕青，这个镜头啊，可以，他可能是换这个BKB 和这个点金的位置了，换这个 BKB 的位置，然后不小心点到了，哎，这一波的话，可以破一路到两路。而且有分身符，小小拍塔是非常的快的，把这一个远程近程兵一拍之后，然后到这个塔下，然后开分身符 A， 开分身符 A 的快一点。好的，对的，是这样的，继续 A， 船长放了个水拖延一下 ，A 一下一下两下
字母鬼的步伐。哎，一个 T， 感觉又要杀人了。小船长放了船出来，一个大招，这个 A 战，这是 A 战大，你们什么都开不出来，还不如赶紧好好拆塔呢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蝙蝠，这个蝙蝠啊，蝙蝠，看一下小小能不能跳出来。哎，开了 BKB， 直接一个 T 带走了，带走了宙斯，看一下能不能打牛头过来了。牛头赶了过来，这里是 TP 的一个幽鬼，这个应该是幽鬼。好的，漂亮，赶紧留人。船长表示不服，我跟大哥来了，你居然敢跟我浪，我这里不服。一个 VT， 哎，完了，这个蝙蝠已经死了。那么看一下小小，小小又是被小精灵带走了。小小和小精灵马上要回来。牛，这个幽鬼开一个大招之后，牛头给一个大招，然后小，哎，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并没有带回来。小小赶紧买一个飞鞋传了过来，然后一个 BKB 开过来，直接上脸了，上你的脸，干死你。好的，漂亮，又是燕青大神干死了这个幽鬼。这一把多亏了这个，多亏了这个末日啊，让这个幽鬼啊，在很肥的情况下是限制住他的发育，限制住了他的发育。这个小小上去 VT， 但是被这个宙斯用跳走了。哎，这里还有盾，没有关系啊，可以给你死，可以死给你看。哎，这波稳稳的推塔，不要着急，不跟他们打，可以。哎呦，这里就是想干呀、啊！哎，宙斯一个羊刀，一个插水 ，BKB 开起来，好的 ，A 一下 ，A 两下。继续追，再 A 一下，好的，末日一个踩，哎，把这个小小踢了起来，啊，那么这波应该是已经是决定胜负的一波了，继续 A， 好的，啊，这不是这个塔一 A， 就可以这个，他们并没有放弃啊，蝙蝠把这个往泉水里面拉，就是一个电，把这个老鹿电死之后啊，小小并没。小小继续拆塔，被羊到了，这次的羊道已经好了。这个小小没死，继续一个 V， 看一下啊，宙斯已经死了吧？哎呦，船又来了，船来了，这波好像是要守住了。哎，一个大让你跳啊，你给谁跳都行，你给末日爸爸跳啊？哎。好的，漂亮，反补。蝙蝠又继续买活。哎，牛头这是什么鬼？哎，你们队友都，这是什么鬼啊？他的队友都已经死光了，他还在这个高地上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你在干什么，兄弟？振奋宝石，哎，蝙蝠的跳，哎，蝙蝠的 BKB 已经遥遥无期了，他又买了一次。哎，这个是谁的？应该是蝙蝠的吧？这个 TP 是给谁？那是幽鬼啊，这个 TP 是给幽鬼的。幽鬼的 TP， 然后上路飞鞋，这个是要出羊刀或者林肯，已经是羊刀了，羊刀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哎，这边兵线是非常的不好，而且他们是没有内塔保护的，那么这波他们如果要一波的话，那机会不大呀，因为这边末日有个刷新大呀，他们可能只能亡命一波了，这一波如果打不赢，那么就输了。哎，他们不选择去，啊，这是，啊，这是标记了一下，牛头过来了，标记了宙斯，这里是追了出来，一个 T， 小精灵，哎，水船漂亮，这个水船中了两个人，蝙蝠过来。哎，老鹿非常的弱。哎，末日爸爸又来了，给了两个人大。哎，这个末日爸爸，毕竟爸爸呀，打两个。
然后小小飞鞋过去啊，他不管正面战场，我就是拆塔就可以了。